嗨，我是圈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上次我分享了两部教学影片，教大家如何把歌曲的人声分离出来。可是这两种方法都有他们各自的缺点，一个要付费使用，一个不能上传大于 5.2MB 的音频，处理时还要等待5至30分钟。那有没有没以上缺点的人声分离方式呢？有，今天我就介绍大家买一个免费快速分离歌曲人声与伴奏的网站。首先，大家们点击影片下方的连接，来到这个叫 Vocal Remover and Isolation 的网站。如果看不懂英文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在右下角选择你们看得懂的语言。选择好语言后，我们点击中间的选择文件，过后我们找到我们要分离的伴奏与人声的歌曲，并导入进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把音频拖进来。导入进来后，我们等待一会儿，让网站处理你导入进来的声音，放心，不会浪费你很长的时间。网站处理好你导入进来的音频后，我们会看到它已经帮我们将伴奏与人声分离出来了，我们可以试听一下效果。如果想下载下来，我们可以点击右下角的保存音乐或是保存人声，这里我就点击保存音乐，过后它就会把音乐下载到你的电脑里了。最后我们听听它的效果吧。Feel the ground shaking underneath, trying to take me alive. I got no rival. 好的，这是我目前找到最好用的伴奏与人声分离网站了。优点是：第一，免费的。第二，处理速度快。缺点是不能导入大于 100MB 的音频，比之前那个不能导入 5.2MB 的音频来说，那已经好很多了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在下面点下一个喜欢。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就现在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通知了。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， See you next video， 拜拜。